来车祸干什么呀？来车祸还能干什么呀？给我惊喜啊！啊？这个算惊喜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取回来的呀。啊？其实刚刚跟你玩那个呀，是我的分身，我的真身取他去了。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早就设计好了吧？ 不应该呀，你又不知道我来找你。是不是特别不知道怎么回事？嗯。叫刘秘书去了。他人呢？走了。上车吧。 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嗯，走吧。小心安全带。谢谢啊。 小组公知道了，以后我在公司企业里就没有一席之地了。哎呀，这不行，不行，太不能，不能太不能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傻呢？我先把照片照下来，以后怎么用，由我自己做决定。<笑>哎呀，我真是个天才呀！真是佩服我自己。哎呀，哎，别碰我。 我还没照相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大哥啊，是这儿吗？你没记错吧？没错啊，小佳说就是这儿啊。大哥，我总感觉奇怪，你说每周都给小佳做辅导，还给小佳买吃的，真的吗？他不会产生幻觉了吧？ 那怎么可能呢？没人老师都说了，这小佳的成绩确实进步了，而且还开朗了，还爱跟同学玩了。不会人都辅导完走了吧？我估计是，估计咱没赶上。算了，到这儿了，跟我回家一趟吧。哎，啊，去你家？啊，我也不能空手去啊。你要带什么呀？买点水果吧。 我们家就是卖水果的，你跟我们带水果啊？那我也不能空手去啊！行了，你在这瞎客气什么呢？走了，我真不用吗？不用。大哥，好吗？这样，给你买的咖啡，怎么了？ 在想事儿啊？那给你买的我不喝。我在想比赛的事情。是该想想这个事儿了。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可以根据大家的特长进行分组，在项目运营和实际操作中，就等于有了不同用途的工具。那专长专用一定会提高效率。 将各项数据一一列举出来，一遍一遍的审核，不能有一点错误，因为有一点点的错误，就会影响后面。这方面你有经验，你可要多处理啊。当然了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全心全意为你服务。你只要好好上课，别给我捣乱，我就阿弥陀佛。<笑>
然后呢，我们要根据各项的数据来一个量身定制。看来你已经有打算了。走了啊。小黄，这不是顾梓晨房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难道你跟他是真的？我跟你才是真的呢，胡说什么？这怎么还这样？还生气了？你来我们寝室做什么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是你们的寝室，还传说顾大少爷自己一个人住的。果然，传说他就是传说。你们。相处的还愉快，放心吧，相处的特别愉快。哎，你别介，你这咋还生气了？我说正经的，这不最近苏年年变化巨大，而且还出现了个神秘男神，我就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可算白来了。第一，顾子晨不在；第二，就算他在，我觉得他也不会回答你什么，因为他就跟你没关系。还有。我劝你别找他。哎，别呀！你什么人？戏又要开始了，一会儿呢，我先走，你断后。我辱华思雨的女朋友，咱俩现在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，只是牵个手，应该没有什么的吧？可是我不想再成为学校议论的焦点了，从第一天入学就被那个娱乐八卦小妹拍了，真的假的，虚的实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假虚实了。嗯。但是你看啊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咱俩就这么待着，可能问题更大吧。不如你先下来。有道理。这个家伙，就是一点没把我这学长放眼里啊！怎么说我也比他多上一年啊！现在这孩子，这是越来越没礼貌。等我先把顾子晨的事情搞清楚，我再来搞你。